们的权益。这个抗争是自救会的会员流血流汗换来的，好不容易才换到这个协议。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要郑重的表示，我们反对大电车，拒绝大电车。我觉得政府现在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在鼓励那些大电车人来救船呀。特别是你为了让那些救船呀的人得到了一些没有花任何的抗争而得到的成果，他要来分享我们这样抗争的成果，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特别是他要砍我们已经承诺给我们的条件，去补贴那些没有抗争的会员的非会员，这个我们要